So come through there, and then turn slightly this way. 直着走。Are there two dangers here? Yeah, it's fine. 直着走，直着走。你看看行吗？我们来到英国的最西端啦，利兹角。然后我们车停在利兹角的停车场了，现在给他找了一个好位置。但是我们今天应该不会在这边过夜了啊，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打个卡，然后一会儿就奔 King Arthur 的城堡。好啦，后面就是利兹角的景点的入口了。Lands End， 导个镜头。在这里也纠正一下，这里是英国的最南端，而不是最西端。嗯，这块土地呢也是属于私人的，在英国其实很少有不是私人的土地。嗯，这块土地在1987年也曾经易主过，当时卖价700万英镑。商业综合体。有吃有喝，还有4D 影院，天哪。 West Country Shopping Weekend， 啊，都是兰斯岛的纪念品店。同时在2012年举办的伦敦奥运会的圣火传递也是从这个兰斯恩的开始作为起点向伦敦开始传递的，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会了是吧？弟弟会了，这跟那个关牛的是一样的。出不去了。哦。画牌子，定制化就个性化牌，一个牌子啊，这个路标是你的名字。OK， 那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去？我看有人开车过来，还有人开那个大旧火车来。啊，是吗？你想开车过来？嗯，问一下能不能开过来？嗯。哦吼。他们怎么开过来了？现在不行了，那很久之前吧，也是。您那是不是还没有围栏呢？摩托车应该没问题。嗯，离的距离吗？对。嗯哼。5601个 miles 英里。也没多远。1万将近1万公里。嗯。Can I look in it, Daddy? Yeah. Till about 5:30. 5:30. I can do it then. I can do the last one of the day. Right. So okay. I can move things around and get you in. Right. Okay. Right. So that's £10, almost £10.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Thank you. No problem. 可以，他说在他营业之就是结束营业之前，他做最后一个活动可以帮我们试一下，但是他要挪东西，然后价钱不变。Okay. 好诚实的商人。然后10块钱，10块一。从哪进来？对，咱们快结束的时候咱们过来问问他，因为他现在有点忙，或者我们自己去看一下。 Hello， 我们现在我现在正在英国的最西端这个 Lands End， 他们叫利兹角，背后就是利兹角的另外的一个小的一个景观。到英格兰之后我们是觉得整个的这个环境和地理地貌真的非常的乡土气息非常严重。然后姐姐正在后面，来姐姐来到前面来，可以跟我一起。然后今天我们还在米味客剧院的海滩好好的游了一下泳，是不是？
姐姐也下水了，然后每天都是下海之前都是准备不足的状态。孩子们玩得很开心，但是这个大人可能会觉得很累。我现在一家四口出来这么两个多月了吧，今天应该是第70天，我个人觉得非常疲惫。那个妈妈现在也是受伤状态，她的膝盖因为最近走路走得太多，然后膝盖有点积水的感觉，有点水肿了，然后最近也不想让她走太多路，所以说我们也 cancel 掉了很多这种需要徒步的这种景点，更多的是能够车能够到，而且景色非常不错，然后能够把车开过来，然后跟我们的这个房车能够跟景色融到一块去的这么一种地方。OK， 那一会儿我们拭目以待。我也算是给我们这次房车之行打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点啊。好啦。好啦。行了。京 N J N H A N G， 然后我们拍几个打卡照片。把这个柜子给移开啊，它的门脸都得拆了。老板人还挺好的。看了好多，其实他排了好多车了，保时捷、救火车。他上周还来了个大卡车。This one. Yeah, we got a fire engine and we can get you in. Right, I need you to come back very slowly. Yeah. Right. Okay. And then turn. So come through there. And then turn slightly this way.直着走，来出电车去。直着走。你看看行吗？车停在了这个绝佳的位置。好啦，我们现在从 Lands End 出来了，然后比我们预计要出发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因为我们刚才去拍了个照片，因为我们要把车子开进去，所以拍照的那个摄影师建议我们是最后一个拍，这样子大家都走的差不多了，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在跑跑跳跳，也免得伤到人，所以我们大概用了20分钟拍照吧，挪车呀，拍照啊，摆字母呀，然后现在所以晚出来了20分钟，但是英国人非常较真，营地刚才打电话跟他过去说我们可能会3分钟5分钟行不行，还是不行，一切东西都要8点结束，英国人是这样子啊，对关门从来不喊不马虎的那种，所以我们现在要使劲赶路。现在导航的时间虽然显示的是1小时40分钟，刚才打电话他说问了我们现在在哪里，他觉得有可能会赶不到，因为一般情况下时间会比导航的时间会多很多，然后看看我们8点钟能不能到吧，上帝保佑我们可以到。现在是5点56分，导航显示1个小时40分钟到，好吧，我们8点之前我觉得能到，抓紧出发。
放英式。新市300米后向右转，对面就是大海。好漂亮。我们停在门口，先去办入住。营地真的很漂亮，远处亮光的就是太阳光打在海上的感觉啊。看来这家营地也夺得过非常多的殊荣啊，这是抗沃尔县名世界冠军，2016年的，还有也是最佳的观鸟地点。You don't have a membership card yet, do you? Because you're too new. Yeah, I just joined the membership like. That's okay. So it's 21:40. 刚才看这边可以卖披萨，是7:30就要关门了，所以赶紧跑过来看一眼。就是这个车啦。Hello. Hi. Hi. Are you closed? Yes. We just sold out. Right. Okay. We'll be back here Tuesday. On Tuesday. I'm probably not one.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evening. 很可惜关门啦，但我们看一下吧。而且是炭火烤的，很不错，大概8-9块钱吧，也很划算。真棒！他说他们今天的披萨都卖没了，就想帮我那个什么，想帮我再做也没有办法，很可惜。嗨，哈喽，冷吗？是，但是人家关门了，也卖完了，没有买到，没了。他说他们刚刚全卖光了，那还是炭火烤的呢。不在了，他得周二才来呢。在如此美的景色里倒如此臭的屎，感觉如何？如此美妙，哇！在这里，如果停在这里，太爽了。晚上可以拍。真的，这个 peach 太美了。走吧，咱先看看咱们的地方在哪儿去吧。好了，他们排完了，该我们了。爸爸要出动了。可以了，停停停停停。英国的这个排灰水全都是大盖子，都特别沉，伦敦那个也特别沉。哇啊，现在感觉太牛了，这光草坪上吧，就是
感谢京航房车、汇成新达房车和瑞典多美达对于玩房车小队2019亚欧之旅的大力支持。